Ducky 阿文什么的，十六吨哦，还是已经蹲了？等等，我想说让婷婷可以跟他们跳一下十六吨。可以啊，那没有问题哦，我是很难的、啊，我差不多三吨就好了。女儿代替你上场，对对对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传承，对，就是我把 Bobby 这首歌呢传承给我的女儿，那也非常谢谢阿邦嘎勒迪，因为 我很多朋友都叫我不同的假法，不讲法，就是什么阿文嘎迪、阿文嘎迪、阿文什么迪，然后呢，后来我就说阿邦。该加了底的对吧？该加了底，安尼就较好记，这个字阿邦加了底，安尼对吧？正确的念法是安尼，这样比较好记。刚刚今のように聞きましたんですけど、台北の有名なお寺にみんなで行ったり、昨日は火鍋をみんなで食べに行きました。看在周星驰的 IG 看到他们有跟他见面，想问一下他们有真的。比如说了解周星驰是谁，以及这个见面有这样子的感觉。周星驰さんの映画が私たちすごく大好きだったので、あえてすごい嬉しかったです。周星驰的映画看过多少？はい、大好きです。非常喜欢。少林サッカーが大好きです。哦，你觉得很难跳很累吗？もう16回ジャンプしたり立ち上がったりする動きはもう本当にハード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、なんとかみんなで気合ですごいいい動画が撮れたと思っています。ぜひ挑戦し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。私たちアバンゲルディの代表作だったり、日本の名曲はもちろんなんですけど、台北の皆さんにも親しみのあるパフォーマンスも、親しみのある曲でもパフォーマンスするので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ほしいです。もう本当にすごいかっこよく素敵に踊ってくださって嬉しい。也还 OK 呢，虽然就年纪多了一点点，但是体力上还蛮可以的。因为对我来讲，这首歌我已经跳到非常的熟练了，只是说他们的力道比较强一点，而且都在那个节拍上，那个我常常都会慢一点点，但是他们都是很有力道的，就而且很利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比较有一点难度啦，但我却克服了。十六吨哦，还是已经蹲了？十六吨，我在想说，等，我想说让婷婷可以跟他们跳一下十六吨。对，十六吨他没有问题。他有愿意吗？可以啊，十六吨是没有问题，他没有问题哦，我是很难的、啊，我差不多三吨就好了。我觉得他们的舞蹈太酷了，而且都非常有他们自己的创意。他们的舞蹈就是让人家呢就觉得会记忆犹新，非常有记忆点，所以他们的表演每一次都是相当的精彩。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表演呢，我相信呢绝对让大家值回票价，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来看，让你们呢从头到尾呢绝无冷场，而且呢一定会看很开心。